爱情里什么最痛苦？不是他不够爱你，也不是你不再爱他，而是两个人明明很相爱，却因为彼此不懂得如何去爱，不懂得如何珍惜，而导致两个人就这样分开了。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信任和依赖，不爱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伤害和失望。渐渐的，你不再期待他的电话，也不再期待余生里有他。一个人的离开不是没有原因，真心被伤害一次就失望一次，当希望慢慢变成了失望，当失望渐渐变成了绝望，彼此之间的爱情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模样。爱情里有多少无奈的转身，不是因为不爱了，而是感情里只剩下了失望。爱得用力的那个人再也没有爱下去的勇气，也没有了继续爱下去的意义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，你若真心待我，我必生死相依；你若虚情假意，我必转身离开。这世上不会有一个人会无休止的等待，会任你肆意的伤害。心凉了，很难再暖回来；失望攒够了，再爱也会离开。愿你能永远珍惜那个用心爱你的人，别让他离开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点关注，并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您的每一次转发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下期再会。